你是哪里来的彝人？我是大圣部下的群猴，都是一般模样。嘿嘿，你这嘴脸生得各样，相貌有些雷堆，哼，正是别处来的妖魔。 西行之后，我许久没来过此处了。不想，还是这模样。当年他在这座上，还压着我给他磕头呢。原来藏在这里了，果然。 这东西便不再有退路。你这模样，倒是与师兄一般无二了。贤侄如今披挂齐整，兵器凶横，速速上山，让我看看那老猴子弄个什么把戏。 前便是山顶，我们走。